同学们好，我们今天来织一件围巾，说是围巾，实际上它有着非常实用的一点，就是它非常像一个毛背心，因为它有两个很随意的口袋。有些同学可能会说啊，哎呀，我要怎样来完成一个啊，从比例上一直到视觉上看上去都非常舒服的口袋呢？已经帮你设计好针数和尺寸了，一会儿你要认真的听完，你就能够完成这样一件很有特点的围巾了。介绍它的相关情况，它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这一页。你所看到模特身上穿着的这一件，正是我现在要为你讲解的这一件，这两个是相同的，同一款服装。熟悉我的同学已经知道，你在每一部书的封面可以看到我的名字。好的，我们现在就和同学们一起来揭秘它的每一处细节。你完全可以按照这个教程认真做笔记，然后给你的孩子，你家里如果有男孩的话，或者说是给你的老公或者是男朋友织一件非常有意义的羊毛的围巾。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材质的毛线，比如不扎脖子的各种花式线啊。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款，它采用的是纯羊毛粗线完成的。毛线的直径，每一根毛线的直径啊是2.5毫米，织针6号织针，整件围巾的毛线用量全加起来一共9两多，不到一斤的样子啊，你就能够完成它。好，我们现在就正式的开始来说它是怎样织成的。首先起针的位置，我们看到在一端起针的位置，看这位置是我们从这头到这头起针的边沿，起了多少针呢？62针。这62针我们织的是什么？桂花针。什么叫桂花针呢？就是一针正一针反，每两行一交替。同学们看图解，把这张图解下来。好，当我们将桂花针这样往返往返一直向上织够21厘米的时候呢，从这儿到这儿你是从这儿往上走的，看到了吗？当我们达到这个高度之后，就要怎样呢？将你的所有的针套改变花纹，织这个花纹啊。这花纹的花纹排列是怎样的呢？同学们截图，围巾排花几个字看到了吧？它有左右各3针的，仔细看，各3针的锁链针组成的啊，在它的左右。一针反针你会织哈，24葡萄圆针啊。这葡萄圆针是什么？仔细看这个花纹啊，直接把这张图截一个完整的，然后我们再截一个局部，实际上它就是相当于我们最初学的菱形针，理解了吗？好，中间这位置啊是在一针的范围内加出5针来，然后将这5针和其他的一起往返换织，直到一定的高度啊，织了3行第4行，然后给它合成1针就可以了，理解了吗？好，你看它2组这样的葡萄圆针，中间呢4针的麻花针，4针麻花针是啊第4行拧针，大家把这张图截下来，而且包括你的3针的锁链针，就是两边的啊。好，你现在已经掌握了所有的图案啊，每一个花纹的编织方法的图解你已经掌握了，然后按照这个图解，我们就一直用6号针啊，往返往返一直向上织，你看。非常非常远啊，你看织到很高很高，仔细看，中途没有增加过针数啊，永远是这个62针在一直织，织到哪儿呢？织到了这个地方，看总长度我们一共织了120厘米，看到了吗？这120厘米是从开始织这个花纹到这个地方结束。有同学说为什么这是不规则的呢？没关系，事后我会给你讲啊，这是我们口袋的松紧边儿，看我们口袋的松紧边的位置啊，你看正好在手的这个地方。好，达到120厘米之后，我们要怎样啊？将我们的所有针数同时又给它改了，改制成什么啦？桂花针，看到了吗？那我问题来了，桂花针的高度值多少？一定是21厘米啊，跟我们之前的位置要对称，看。
然后我们将这所有的针套给它收了针，这样一个普通的长围巾就形成了。然后呢，我们来说它的口袋是怎样完成的啊。首先同学们看啊，我们在它的底边向上5厘米的位置，看向上5厘米的位置啊，然后我们取你整个62针的正中间，我们给它挑针啊，就沿着底边这个啊针套一针一针在表面挑啊，挑出多少针啊？30针，看到了吗？啊，这个宽度啊，然后我们这是什么？依然是桂花针啊，你看，还是这个花纹，很漂亮哈，近距离看。好，这桂花针我们一个劲儿的往返往返向上织啊，高度一共给它织了10厘米，注意这些数字啊，同学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看上去啊，视觉上两个手插进去最舒适状态的一个厘米数啊，同学们不要再做调整了。达到10厘米高度之后，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在它的一侧，注意你的两个口袋是对称的，同学们看见了吗？仔细看啊，你看两个不同的方向，对吗？你织这边的时候就要在左侧在这儿减针，形成一个，看如果不要这个旁边的松紧边的话，盖上去以后，盖上去以后，你看它是一个什么形状啊？它是一个正方形被切去了一个角的一个形状，对不对？所以两边是要对称的，理解了吗？好，那么怎样减针才能够形成这样一个斜着的一个效果呢？我们要这样减啊，我们要无论正面和反面，只要是到了这边，每行减一针，一共减15次。正面你看，假设啊，我们从这个位置啊，将这30针织到这儿以后，最后2针合成1针织，对不对？织完以后，由于它是片状，我们要翻过来织了。好，翻过来以后，前2针也给它织成1针，明白了吗？啊，这就是每一行都减针啊，一共减多少次？15次，不用说了，你本身就一共是30针，对不对？你这30针减了15针，这还剩多少？15针。好，这时候你要怎样？你要将你的15针的减针这个位置给它收针，收完针以后和它的高度啊这个位置啊相缝合。如果你没有弄错的话，你的这个高度应该刚刚好和你的这个桂花针和正式的花纹的之间这个位置，理解了吗？正好在分界线的这个位置啊，所以你在这儿缝是最好的状态。别忘了，由于你是在正中间挑的针啊，所以不要斜着缝啊，这稍微有点斜了，同学们缝的时候注意要缝正了。好，这儿固定好了，那两边呢也要给它缝整齐，理解了吗？啊，两边一样啊，都要给它缝好，用相同颜色的毛线来缝啊。再然后呢，注意看啊，还记着我们这儿减针的地方吗？它就是你啊出手入手的地方啊，所以这个位置是一个斜边，我们要在这个位置要给它挑出30针来。注意这30针的分布，怎样分布的呢？它必须是3针正针开始，然后2反2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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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反，最后剩下的一定是3正，理解了吗？啊，这样你会为左右各留出一针做缝，并且你形成的效果啊，也是两边刚好有一针是或是做缝，或是它自己会内卷的啊，然后怎样刚好形成2反2正这样的一个呀规律的这样一个效果，理解了吗？好，然后这一部分30针我们织的是什么？拧针的双螺纹，这个花纹啊，同学们截下图就好了。然后怎样？然后我们向上一共给它织了4厘米高啊，这30针达到4厘米高度之后，我们要收一个机器边，因为这个位置经常出手入手啊，所以啊针数也不是特别多，所以这个位置呢弹性会很好啊，大家一定要给它收机器边啊，这样你在穿的时候啊伸手的时候会很方便。收完机器边然后呢，哈哈，别忘了啊，两边这儿哈哈也要给它和围巾本身相缝合在一起，用相同的
毛线就可以啊。另外一侧和它一模一样的，只是注意你右手的口袋是在左侧口袋片左侧啊，减针。你左侧的口袋呢，左侧口袋同学们注意看啊，要在你毛啊，你的这个毛线的口袋片的右侧减，都一样。这个是上来就把前两针织成一起，织成一针啊，然后呢其他位置织完，然后翻过来不要减针，不要上来就减针啊，而是啊继续向上织，织到最后的时候剩下两针，把最后两针合成一针织，理解了吗？啊，它的位置不同才能够形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对称的状态，理解了吗同学们？好，当把所有的边沿我们都给它固定好之后，这件衣服就完成了，是不是很有创意啊？普通的一件围巾，我们只是增加了两个口袋，这样它的实用性就大大的提高了，对不对？而且完全可以当一个毛背心穿，哈哈！如果你高兴，如果你愿意，可以在这个位置再钉上纽扣。它既有装饰性，又有什么呀？实用性，真的就像一个什么了呢？马甲了，对不对？好。有同学说了，哎呀不行，我的毛线没有那么多，我没有那么高的预算，我就剩了半斤线。没关系啊，你可以织短点，你不止120厘米，然后直接就是两边也织口袋，这儿也钉纽扣，就形成了一个短的又像背心又像披肩的一个短围巾。你看看长度上我们可以自由地控制它。好，这就是这件毛背心或者说是围巾的编织方法。如果你已经学会了，请点赞，非常感谢各位。